大家对于饮用水饮食方面的东西又特别在意了，所以现在的那个水质的部分大家会特别的留意，特别的挑剔。所以林董事长刚好把咖啡这个黑金跟水这个纯的白金混在一起，那我相信啊，金旺旺咖啡吧哈，一定会金光闪闪啊，生意兴旺。现在目前呢，我们出的冷泡咖啡的部分是480cc，那我们是用那个10克的研磨豆，那大约就是用3到8度C 的部分呢，冷萃8个小时以上，那这样子呢，其实就可以开始享用了。那三天，大概放置3天的时候，它的整个咖啡的味道就会定型了。好，那我们有通过，我们有送那个杜夫莱因的检测，送到20天这个部分呢，都不会有生菌素超标的问题，那这在制水的这个是因为以往都是我们的专业，所以在这方面的这个技术控管，我们做的是相当的好。可能以前的人都认为说晚上喝咖啡好像很怪怪的，但是我们发现说，其实我们目前在推餐厅烧烤吧的过程，其实发现呢，在冷泡的部分大家接受度还蛮高的。